守在笃定的方向，新一天记得时刻的伤心像是真的愿望，一起来华丽的开场，意外总是猝不及防，没关系，不过小事一桩，偶尔也会有情绪难以释放，闭上眼数到三就遗忘，美好的接力棒紧紧握在手上，追随着新的方向，就让每个字一生长，以不同的方式将每个心愿点亮，永远微笑向上，是坚强却拥抱希望，去见证世界所有美好想象。这道题选错，错，选对，哎，选错，错，选对，选错，选对，就是选错，不对，是选对，是选错，我说对就是对，你猜中对没有就是错，选对，不听不听，小孩念经，你在我这里干嘛？我们最近接了个委托，一边快毕业的师兄手下难题需要攻克，大家拿不准答案就讨论一下。真错。坐好了，接下来请让我安静点。太棒了，这下师兄作业应该会解了，我这就给师兄送去。这位师兄可大方。恭喜师兄！恭喜师兄！恭喜师兄！快跟我来！看，师兄好厉害！今日大瓜，万年留级生鲁班大师学分修满，即将毕业。什么？我估计是师兄不小心把你的草稿纸直接交了，你又不是正好签了名。恭喜啊！没想到还有这一天。你把毕业作业补上后，终于修够了学分。今天放学后，你就可以正式毕业了。老夫子已经去找墨子，筹备你入职机关学院的事，期待你的加入哦。恭喜师兄，恭喜师兄！抱歉。哎，既然现在还不算毕业，那在放学前把学分扣光不就行了？没错，对啊，鲁班大师，你只要违反校规就可以扣分了。校规都是啥来着？我选了些操作简单、扣分又多的。现在还剩多少时间？两个时辰后就放学了。开始吧。第一项，损坏公物。任务完成。太感谢你们了，帮我把这墙给拆了，省了我多少事啊！不行，不能让你们白干，我这就告诉庄周先生去，让他给你们加学分。谁选的敌人？那个没事儿，不是还有很多项吗？想一想，乱涂乱画。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都看不懂，肯定得扣不少分。好，好久没看到这么难得的好画，以后就让它成为学院一景吧，谁也别擦掉，这次就不扣分了。以为老夫会轻易上当？糟了，只剩下一个时辰了。校规下一项，不准养宠物，快，快去找个宠物过来。你们。少来的是什么？这玩意儿该不会是魔了吧？太小的怕没人发现，这么大的不是更容易被举报吗？
不孝送分不孝送命啊，能抓的给我送哪儿去。还剩多久？一炷香的时间。雪芬呢？长了不少，主要是无论你做什么，老师们都不给扣分啊。我还能更惨点吗？今日大瓜，鲁班大师被扣学分，再次留级。怎么又留级了？据说干了不可原谅的事儿，老夫子发了火，可吓人了。没想到最后一秒逆转，我就说吉人自有天相嘛。敢上交老夫子的胡子，你还真是史上第一人啊！各位，昨天你们和鲁班大师一起违反了很多校规，都被扣了相应的学分。哦，没事儿，咱们要目前已经扣成了负分，今日放学后。你就可以收拾包袱回家了。什么？又要忙起来了呢。不要啊！走停停，下一步该去哪？感受风在脸颊，城市光还很长，不必急着去长大。未知的冒险不要怕，我们做彼此的盔甲，肩并肩鼓起勇气向前吧。抬头